中华民国的国庆日，定为1911年武昌起义的发动日，按10月10日，亦称双十节、双十国庆、双十庆典。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。起事后两个月内，中国各地革命行动陆续成功，最终成功推翻清朝，并于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，成为东亚第一个或普遍承认的共和国。该日以为中华民国的国定纪念日之一。自从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，每年皆举行庆典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会举办升旗典礼以及国庆庆祝大会，全称中华民国中枢暨各界庆祝国庆大会，并有各式游行及表演队伍。在蒋中正任内，更是每年举行国庆阅兵，晚间则有中华民国国庆烟火释放表演。